真正路线，道别昨天，放下挫败往事，便再开始。谁能避免有时会一个空转？为何随便越陷放大努力投入背面，一生千百次，只是前而未来别良预转。警方在他们的私人物品里面都找到一些有关于小丑的东西，包括图画、公仔，还有一个有小丑奶花咖啡的照片。那个女仔说她被继父强奸，不过她妈妈不信她，她又找不到证据可以告那个禽兽。那个女人说她长期受到家暴，就算离了婚，他前夫一样日日跟踪他。而至于那个男仔，他又白争落大耳窿数，逼他一日打几份工搵钱。今次有几多人饮过你杯无有咖啡？喂，你真的以为搵到所有人出来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吗？只要人一日有烦恼，这个小丑一日都会在这里。生活痛苦不可以变成了借口。如果那天 Madam Fox